你是要去到哪一处啊？我可是起了一大早才收集到这些食材的。所以说你要给我做早餐？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为了感谢你昨天送给我的礼物，所以我打算亲自下厨，不过需要你配合。我可不会啊。 谢谢，你可以试一试，怎么样？嗯，好吃，你可以当厨师了。哦，你的这个提议我可以考虑，不过因为你，这顿早餐才变得格外有意义。 看这个 logo， 这个 logo 脱胎于一种植物，而这种植物就是传说中那位一直等待自己丈夫回来的妻子化身而来。她的名字叫风铃草。我希望所有能够穿这个系列人的衣服都能够得到风铃草的祝福。风铃草的花语是。 永远的等待，一生只爱一人。施恩已经为风铃草的 logo 注册了商标，毕竟他倾注了我太多的心血。 你现在的状况。
风铃草的设计是谁给你的？如果我说是叶奇磊，你信吗？我要告你！告我！你什么身份？叶太太吗？风铃草是属于齐磊的，谁也别想拿走。我告诉你，这就是叶奇磊的意思。 胡说！如果我跟你说叶奇磊还活着呢？齐磊还活着，他活着，他在哪儿？他在哪里？我在问你话呢。齐磊他在哪里？他在哪里？你告诉我，他在哪里？你求我！你告诉我！ 我可能会靠一下，离他远点儿。想知道答案吗？他不会接。别相信他的话。 我知道了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